上次是玩到已经打完了两个 boss 了，然后拿到两个神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第三个拿地上的神器之后要去做一个任务啊。那这个任务呢是什么？啊，要帮他把他们的女王叫醒。那这个女王叫醒呢，要帮他修一些东西啊。然后不小心把他的手电筒弄坏了，那我们就修手电筒了。Go go。OK， 然后这个家具啊，就是我跟我的魔女啊，就是我们的爱的小物啊。嗨，师傅梅，今天有何贵干呢、啊？是这样的，听说你修东西很在行，那是当然。那这个手电筒能帮忙修好吗？我瞧瞧。哇，这黄金打造呢，怎么这么轻易弄坏呢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修理这没问题啊，啊，费用有点高啊，1000枚金币吧。什么？这算是友情价了，友情价了。怎么办？我没钱啊！天哪！好，我们先去赚钱啊。好，等你几分钟。Get， 这什么啊？你贴个胶带而已啊。破财消灾啊！非常完美，哪里完美？一点都不完美啊！好，回去。等一下都打 boss 了。打我蛮痛的，85枚。好，我们去颠倒城吧。颠倒城就是现在要去解任务的，解任务拿神器的地方。等下去休息一下好了。啊，这边，变变怪忍不住要炸了，喷死啊！哦，不会谢，等一下应该会打 boss 了。是。怎么打？你们还有脸进来啊？等等等，看，我们把电筒修好了。之前真的对不起，我诚恳道歉。看这巧夺天工，听无缝所忆，这次就放你一马吧，小不为例。谢谢，为了神器，我真的拼了。然后嘞？看一下哦，用书店脚到天台取得布。OK， 我们先回，我想叫顶层吧，先回顶层。OK， 然后到律所店这里。存档很重要啊。欸，不对，干嘛？有一个布，这块布挡住我用的是太阳能板，蝙蝠居然用太阳能，不管了，但现在它是不通电的，所以嘞，不过没什么好看的。
密码是什么？看一下哦。当蝙蝠侠一开门进屋，手电筒照明后得到遮住顶层阳光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就让他这样吧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让蝙蝠侠去开这个门，是不是？是吗？然后咧，遮住让蝙蝠侠帮忙开门。啊，怎么开门？啊，直接按，这是。哦，这样子没问题。哦，所以要先点失败之后，这黑乎乎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看来需要找一些照明的东西才行。这是好多乐器，这是女王的音乐室，以前大家都在的时候会经常来这里排练。哎，快乐时光不再拥有了。想到这群蝙蝠的兴趣这么广泛。哈哈哈 Rock Gibson 的吉他，两块钢块的单级的效果器，调音台，普通的音箱， Get 铜锣，好，这应该没事了。然后咧，然后呢？看一下，进屋，回到沉睡的女王那边，然后用锣鼓叫醒她。OK， 然后叫醒她，应该都要打架。然后这边，攻略是说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练刷等级哦，刷金币啊。刷金币，看一下哦。天岛山上方的森林找，找一个勇者，这里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感觉阴森森的。这里是最初的勇者森林，最初的勇者森林，没错啊。这个世界的勇者以前都从这里诞生的，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最初勇者堕落了。他一直躲在森林里面，终日不踏出半步，整天说着要看动画片，要打游戏，完全不想拯救世界。这回你魔女嫌弃他走掉了，森林也因此枯萎了。那么现在那个勇者还在吗？如果你大叫一声，他应该会出现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不要以为他好欺负。这时候你要怎么做？大叫啊！里面的王八蛋，给我出来！你们干嘛进来我的立牌？阁下勿论啊！果然是肥仔啊！哇，他脚蛮壮的，好好笑哦！好肥的肥仔，为什么跟主角长得蛮像的、啊？看一下哦，可以秒杀女王。OK， 好，冷城挥剑。哦，好痛哦！我等一下弄技能让他睡觉，如果可以让他睡觉的话，这是我们的女主角有那个睡觉的技能。帅，这个可以持续回血。没成功。防御。哇，超痛哎！哇，他真的很强哎！大家直播就看到我一直在刷这个，打这个勇者刷金钱呢。
释放沉默。哇哩嘞！毒要毒你。好痛哦！拜托啦！耶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太棒，太棒了！去死吧！那么强哦！为什么觉得他是大 boss 啊？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那个毒品，给我睡觉。啊，没有成功，糟糕。啊，好弱哦。又没成功，死！好，炸他！欸，他真的很强欸，快给我躺下！啊，躺下了！哦，哦，超难打，超级难打！不可能！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复活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哪一次拿复活要复活，可以继续刷钱哦。了解。所以重点是我要先变强，对不对？我才能好刷金钱。好，我先买一些东西。像我有1700嘛，那三等到四等，哦，还是不够，所以我先买复活药。结账，然后 MP。我们再刷一次，然后还有毒药，多买几个，毒它比较快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应该先这样吧。3200。好，那我们再刷一次。好，现在肥宅越来越强了，这个肥宅越来越强了，太夸张了。所以只要每复活一次，它都会变很强欸。看起来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会，他招式会新增蛮多的，就是招式这样，很痛很痛。然后我打他的话，就是他防御力有明显提升，就每复活一次好像都变强欸，看起来是这样。那血量 会变多啊？来吧，补血一次三份。哦，这个效果还不错啊！肉球探手，毒又被偷走吃掉了。活该，爱吃嘛！喂你吃毒药啦！嘿，
死了没？哦，还没耶，他鞋真的变很厚耶。所以他越打越强耶。好好好好，可恶，确实。太强了吧，那血有点厚哦。不对不对，这不对劲。还放啊，我喂毒药给你。再来。死掉一个，其实死掉没差啦，只要战斗不要输就好了。有个他血真的太厚了，肥仔长关侠，啊，好痛啊！哦，终于的！哦，变五千了！哦，也是变五千嘞，好多哦，还可以再打吗？来来来，哎，那我女主角要先吃复活药才能。哎，不用，存个档，存个档，存档，存档，好刷，好刷，我们等一下继续刷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化学老练到第五等啊，第五等应该最强的时候啦。那最强的时候，听说这个招式可以一击秒杀，理论上啊，理论上应该是这样。那我变强吗？我蛮想看他招式的，先防御。有变强吗？应该是最强的状态了吧？所以一次想打可以打五千的那个金币，超多。拜财多身子弱。哎，没有到很强啊。虽然是可以靠一些虽然是要大家极力打他才可以啊，没有这么轻松啊。哎，我五千刷了两三次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买很多东西了。83枚金币，也就是说金币要越来越多，越多越好，是吗？看起来是这样，金币越多造成的伤害应该越高。75枚，375，对，没错，所以金币越来越多越好，这点是肯定的。认真挥剑，看起来无人就是最高等的。那水枪射他才15滴而已，
肥仔常光喜啊！好痛！给我去死！撒钱啊！快没钱了、啊！赢了，终于！每次撒十分之一，五千的话就撒了500块哦，很多呢。好了，好，现在钱有9000的话，应该用化学佬撒一次钱，应该就可以直接带走了吧？我猜的，试试看。太爽了！然后复活药直接复活他，复活，直接撒，直接赢，好像那个仙剑的乾坤印子有没有？哇，6000！哇，这不科学啊，这个。啊，肥仔，来，不要怕，我复活你，来。前面的辛苦是有代价的、啊，太 OP 了啦！可是大家如果想看 BOSS 的那个招式的话，我会先让 BOSS 打我几下，因为有些 BOSS 的招式还蛮帅的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扔出2000，我怎么觉得越撒越多啊？我觉得钱要控制到一定的数量，要不然你到后面钱会越撒越多出去吧。假设你有10万，你其实撒出去就1万多嘛，那1万多你是打了5000，那这个美猴啊，所以要控制一下，控制在1万左右就好了。好，大概就这样，刷钱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了。